我们不要讲了，是对是错了，大家都有眼睛自己看。这真是小有小贪，大有大吃啊！今天一个沙发的水务局的局长，把他误以为从他家里面挖多少钱出来，1亿啊！还有500万放在沙发底下，发霉了忘记用，发霉啊！我爸爸啊！我们福建的歌王，那个王一飞唱歌，那是我有一爸爸，我去结婚，我去家书信，好像100万都没有看过这样哈。人家500万多到忘记放在沙发里面给他放没了，一个水务局的局长就这样，一个警察头也这样。但是你知道这些都是跟谁学的吗？华人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谁是上梁？谁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贼？你问马来西亚，那是鸡，马来西亚有鸡吗？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那是鸡现在叫你投票给他吗？现在在居銮，不管是我的老朋友啊，那个还没有娶老婆的严炳寿，对吧？他的名字叫做 GPS， GPS， 刚登记不是 GPS， 对呀， GPS 啊，你找不到路对不对？啊，你们找 GPS， 他会带你回家。啊，现在我们要送 GPS 去富贵山庄。啊我们是要让我们的这一个马化腾为民进党和这一个乌统，是时候把他们送进国家博物院里面，让马来西亚重生，新年新希望，马上就会望新政府、新政策、新希望。我们给了国政60年，哎，各位，如果你投给 GPS 啊，杨本就一票。你每一票投给严炳寿，就是等于投给纳吉，对不对？还要听纳吉的话的吗？他说老板是纳吉吗？投给纳吉就是等于投给什么？对不对？你讲到谁诽谤的，叫他告你，我才就告不了了，你要不要起来？啊，我不用紧的，我也被抓了13次。我知道你们喜欢听我没讲，为什么？因为你哦，每次我讲完了哦，我去警察局喝狗逼，然后你们回家睡觉。你们就是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啊！但是不要紧，行动党的人可以站出来牺牲，只要你们跟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让我们这一次敢打一场漂亮的胜仗。上一届大选是城市海啸，这一届大选是乡村海啸，城市乡村两结合，改朝换代，告别腐败。我不是乱乱讲的，我最近这两个月整天看着跟着马哈队跑，跟着我们那个神奇的马敦马哈队跑。上个礼拜我带他去马来干部，那个马来干部很出名的，是港文定 ISA 的时候全部抓了，关在港文定。港文定有一个马来干部叫布给加纳，没有，我们没有赢过的，60年没有赢过的地方，我们把马哈队带进去里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出席吗？不是1000，不是2000，是10000人，95%是马来同胞。昨天晚上我们又带他去交大，交大丹中马里，60年我们没有赢过的，是马华的总秘书黄家权的安全区。我们进去交大，那个钢蹦里面只有3000人，可是来出席的人，我们505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带着一班同志进去，当时进去，我们进去里面。打压不是关键的，就是旗给人拆掉，6点挂旗，7点都不见了。昨天我们带马哈队进去，还有彪大的人帮我们开路啊！505的时候，我讲到底裤都湿了，只有50个人来听。昨天老马进去，神奇的嘛，有4000人来啊！哎，老板。交大是钢蹦，钢蹦里面它不是你们这些城市做，那边哦，一间屋子在那边，另外一间屋子可能在500米外，那种钢蹦里面森林啊，有4000人来啊！我跟你讲，我还吃到这么大没有看到，这一次我很肯定，马来同胞很明显的已经转变了。当马来人，我今天要问，好像我们的这个马马赛。当马来同胞要换政府的时候，
我们还等什么，对不对？他们不换，我们换也没有用的，对吗？一定要他们换。今天就是因为还好，还有一个92岁神奇的马，只有老马有办法影响他们刚崩的同胞，让他们醒过来，他们才知道。而各位，我们的这一次，我在说反对党不能真正的四分五裂，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真正四分五裂，真正的完全内斗啊，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那是国政。今天巫统要吃马华9个国一级，所以到现在，你看那个马华的整零三的国一级，他在这个本来的内地候选人名字叫做什么张秀福、啊，之前不是找一大堆安迪啊，开演唱会啊，开那个 plus 啊，对不对？然后他那天办团拜吗？原本叫廖仲来来宣布他是候选人，廖仲来后来跟他说，老板不给你自己宣布。然后他在台上就噼里啪啦，就在那边不同情流眼泪。为什么？因为巫统又要吃马华的意思啊！现在把国政里面自己内斗，反而是我们希望联盟，我们过年前已经全国的议席分配180马到功臣，大家分配。啊，队长领先国政是历史上第一次啊！第二次啊，我们上个礼拜308周年，我们已经宣布了第14届全国大选的这个大选宣言，60项宣言，100天百日新政全部宣布。我们下个月换政府，100天内第一件事，我们要取消 GST。告诉你哦，不然去拜有魔血了。取消 GST， 你知道帮你们省多少钱吗？我们人民每一年省450亿啊，阿克。现在他每天抽我们1亿多，一年365天，他要抽450亿。每天都抽啊，就好像你去医院捐血，今天捐1瓶 OK 啦，明天又捐2瓶 OK 啦，拜三也捐1瓶，拜四也捐1瓶，拜六你就去富贵山庄报名。经济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钱本来是在市场上转，现在政府抽，每一年抽450亿，抽到现在没有水，船怎样走，对不对？所以船不能走，行情不是坏哦，收钱很难哦，生意很难做了，对不对？生意要好要怎样？要水回来吗？水怎样回来？换政府啦！政府不换行情怎样会好？用屁股想都知道啦！你换了对不对？我们取消 GST， 450亿的钱还没来，人民省下来的钱拿来消费，国家又有钱，人民又有钱。那么你会问，哎，取消加息，国家会不会破产？哎，老板，马哈蒂有没有做过首相？有没有？有。他做了多久？22年。他做22年有没有收加息？没有。没有收加息，马来西亚有没有破产？没有。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马哈蒂做22年都没有收加息，马来西亚都没有破产了，对不对？现在你不是给他做咯？他92年现在要将功赎罪，人之将死其言也。他已经讲了吗？他做最多是1年吗？1年后安华出来，安华接手，功德圆满，马来西亚重新出发。然后我要在松山部落旁边建一间新的酒店啊，那只鸡鸭河马全部穿进去，然后再给你们公开参观，每个人参观收1块钱。你开玩笑，开玩笑。你要去松山部落看那个河马，那个河马好的身材极好，你知道吗？50、50、50嘞！你搞什么？疯掉啊！你叫我去领广兵，你陪我去。哎，各位，你们今天不要笑得这么高兴哦！我跟你讲哦，死期要到了哦！如果没有换政府，沙尤娜娜，祝大家好运！我们今天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你自己想想啊！我之前刘振中1个月前来找我，他说我要去打魏家祥，我说哎，兄弟你傻了啊，那个地方没有赢过了怎样赢，不可能赢的地方你要去、啊、后来我们谈，我认同。大家想想，今天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局势，如果你结合了马的安诺林吉祥这个三个在马来西亚政治上最有经验最有影响力的，都没有办法抓那只鸡，你认为我们还有机会？你自己想，你自己想，伊利咖喱啦，
Jangan lain kali lah. Tak nak lain kali lah. Ini kali lah. Lao Ma, An Hua, Lin Ji Qiang, 他们三个加起来200多岁。讲真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们三个人的最后的告别演唱会，不是吗？麻的还有第十五届大选呗，我看没有。100岁如果不死还可以做首相，那个不是千年老妖就是埃及木乃伊。因为马，哎，真的吗？真的哪里有全世界有人？哎，我们的马来西亚人拿马来西亚波内，我们一定要在啊全世界，啊，尽量让我们丢脸，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脸拿回来。你要把那脸拿回来做吗？写一个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选一个全世界最长寿的首相。如果他呢，今年92岁可以做首相，他是全世界啊历史上最长命啊、最长、最年龄最大的首相。马来西亚又拿到一个世界第一，比中委最多拿奥运银牌，我们拿奥运金牌。然后。担心马来的人你也放心，行动党不是马华，我们这个老虎会在那边帮你看好马的啊，那只马也要看我们的脸啊，我们会帮大家监督好好。而且老马讲了吗？他做一年罢了，一年里面将功赎罪，把部队的东西修改。哎，我们的宣言你一定要去读，知道吗？我们的里面的很多改革全部都是马来西亚要重生的唯一的出路，没有退路，再不换政府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不要死路，要活路，记得就要出路。当然如果你今天听不够呢，小何手上还有小弟最后一张专辑终极决战啊，没有多啊，捐10块给一片，给完就算了，没有了啦，限量版。哎，各位，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宣言里面废除 GIC 只是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我们的焦点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制度改革。希望联盟上台，首相任期只可以做2届，以后没有了，像美国总统、台湾总统一样，2届做得好做不好要换人做，这样你才能够实现啊、哦，不能够继续长期滥权，这是第一。第二，所有反贪污委员会不再附属于首相。现在为什么反贪污委员会是蒙阿老虎，没有牙的老虎？他只能够抓小江鱼，不能够抓大白鲨。为什么？他是属于首相属，首相是他的老板，老板之前。独立怎样抓，对不对？不能吗？但是我们上台不一样，反贪污委员会全面独立，向国会负责。反贪污委员会的主席将由国会辩论过后才能够投票来委任首相，不能够自手遮天，不能够为所欲为。还我大马青天，让马来西亚反贪倡廉，还我国家尊严，好不好？好。第三，有很多，我要赶飞机，其实飞机要飞的，还有很多，我们有很多乡镇改革宣言，包括以后选民，你们不用再登记选民了、啊、明年开始我们要实行自动选民登记制度，你的 IC 自动18岁，不是21岁啊，我们换了新政府，18岁就可以投票了，不用等21岁。因为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1971年成年人法律规定，所有的人18岁就是成年人，18岁可以娶老婆，18岁可以读大学，18岁可以考。我们的排名排多少？你知道吗？180个国家，我们排多少呢？第一没有了，第十没有，100都没有，排多少？101也没有，102也没有，103也没有，排147，排输给印尼，输给菲律宾，输给柬埔寨，输给泰国。你说，马来西亚？所以你看，你如果每天打开新闻了，你看那个 TV 提告。TV 提告，我们时常讲 TV 提告是那个什么 TV 提告书库，你看他在打开他的新闻，不是雪兰莪就是槟城，所以我看了那个新闻，我打电话骂我的地理老师，哦，我说哎，老师啊，你说马来西亚有13个州吗？对不对？可是我看新闻天天报告都是2个州而已，其他11个州没有新闻的，不是雪兰莪就是槟城，不是槟城就是雪兰莪，在马来西亚还有多安的，你可以想象，啊，一般呢就是那个被说破的那一束啊，所以为什么？因为没有新闻，老板叫他报什么他没办法，但是。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们真的以后立法禁止所有的政党不可以控制媒体，媒体开放，媒体自由，还有新闻自由这些。看我才讲四个，你们就爽了，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因为飞机要跑，我留给国会的花木兰、张念群慢慢讲。哎，张念群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们不要看到姐姐妹妹要听好了呀，姐姐妹妹这次要站起来，为什么？我们在雪州做政府。
这里是马华做50年、60年没办法，知道吗？在家里顾孩子啦，你老公没有给你家用不用紧嘞，我见证我给你嘞，给多少你知道吗？在家顾孩子，我们有家庭主妇花红啊，一年啊2400块啊，顾孩子这钱啊，这已经涨大了，换政府呢？这是不会换的，你都不换怎么可以？你们知道吗？我们村子的地方哦，华人新村啊，是不用给门牌税的。GPS 啊，这样你就懂了。去雪州看一下，你知道吗？我们做政府的地方，雪州的华南新村的，全部装中文路牌的，和平路、繁荣路，没有什么加浪漫过的华文字啊。农夫说给马华最强嘛，对不对？农夫说马华最后的堡垒，他做了60年，华南新村有没有全部装中文路牌？不敢啊，想都不敢想。我们霹雳州做11个月，所有华人新村的不带我们门牌税减，我们还给他们什么？华人新村在那边可能拿60年、90年的个，我们一上台行动党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看正道。我们一上台11个月，我们给所有华人新村永久地契呀、啊，不会过期的，以后啊。哇，你嘴巴张这么大，一定没有看报纸，不然就是没有看火箭报。所以记得火箭报来吧，来啊，订阅火箭报，真相你知道。所以记得买火箭报，你就知道真相。这个英文版，我们还有马来文版，还有大米尔版，随便你要看什么都有了啊。所以各位，我这边离开之前，时间无多，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去玩的兄弟姐妹们。上一届你们给了郑东一个机会，郑东肩膀上有更重大的使命，他不是普通的人才，他看的是整个全国的政治格局，他明知道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国际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因为我跟他都相信一句话，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刘振东知道，如果不能赢阿一道，我们就不能赢马来西亚。要赢马来西亚，就要打下阿一道。所以他宁愿牺牲他自己。大家记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替居銮的人民感到光荣。你们把你们的国外议员送去全马来西亚最难打的其中一个一系。赢回来，赢回阿一道，赢回马来西亚，为了我们，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好，那我们再来接大学人，下个月记得，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出来投票，而且要打电话叫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新加坡、吉隆坡，不管什么坡，做工的全部要回来居銮投票，改朝换代。为民除害，全民海啸，靠你一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